哦，完美。全跳。这一关哦，这一队打这个真的是超轻松，完全不痛不痒，转个一 combo， 他打你超级痒，然后可以转个三 combo， 转三 combo， 转单数 combo 减伤。转平常也要增伤的话转双数哦，如果说没办法转到六 combo 的话，就排一个四 combo， 四 combo 也会比五 combo 攻击力高。那这地方的话就排个这个。应该是不需要开吧，我就这样子直接打他就死了。然后记得手下全部水珠。地方的话，哎，左边那一只打多少？啊，无视减伤哦，哎，打两万而已，先把右边这只干掉。还是有一定的血量。转双数 combo，也不一定啊，就是直接转六 C 就可以了。做了七回合增伤，开始搞了。完全一伤，血量多少？血水珠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，只有五颗水，但是还有两倍啊！我们直接啊，直接开这个好了啦。真的是有困难耶，各位，我真的有困难，黑白猪障碍。
啊，这边就，我这一队根本连龙科都不用开，根本就是做坏了。这一关卡是什么？暗属攻击无效，我就直接把他打死就好。来看一下这个伤害，哦，有点猛哎。那这是泉水神的亚特兰提斯队，我们用一下不要泉神的。好，如果你有特哥的话，就是轻松打凯拉，轻松刷。